偏对偏不说真话，过去的模样走样不像样，把承诺践踏，谁说我不敢，黑吃黑不断计划，看自己孤单落单不简单，还需要假装真准了，哎，好好好，我一直很相信你，你竟然带警察来对付我。阿树，我没有啊，他就是警察。他怎么会是警察呢？我都告诉你，他是我波尼呢，我最了解他的哦。你太幼稚了，这么又相信别人，连警察的味道都嗅不出，我怎敢把生意交给你啊？你相信亚洲他真的不是警察，他跟那个女的根本是一伙的。阿叔，滚开！站住！你看见了吧？他要杀我！亚洲，把枪放下！我不会为一个不信任我的人卖命的。刚才路过你开枪，现在已经躺在这里了。法叔，原来你是在试亚洲。即使是最好的朋友，也不一定可以信任。你现在应该相信他了吧？嗯。今后你们好好合作吧。我们要离开了，去收拾一下。这么快？既然有 DA 的人混了进来，这里就不能久留了。不过，在离开之前，我要你们去做一件事。还把这个王八蛋，他想玩，回去我们好好跟他玩。你说够了没有？这是什么鬼地方嘛？船呢、啊？船在哪里啊？喂 ，Hello，Hello，Port，Port，Port， you understand？ 死人呐、啊，你们！不要闹了。害怕根本不会让我们离开。什么？哈哈哈！玩老江湖啊！嘿，那、哦、你这么会算，怎么没算到这一点啊？害怕敢这样对我，还不讲道义了？问害怕什么事呢？谁不讲道义的？可是你们两兄弟啊！不会再有机会，是吧 ？Good day， 亚洲，阿东对你像兄弟一样，放他一条生路吧。大哥，不要求他们了，我不相信泰巴那个王八蛋敢杀我们。
老师说的对，这两个人回去肯定给人添麻烦的。清晰，清醒，醒醒！你怎么受伤的？太……他们现在在哪里？快说，他现在在哪里？不要在这边玩！哎，不要吓坏小孩子。应该白昨天摸条来，专业专业下的，昨天个难团动。大家快走吧！
别动。一定要撑住，我们说好一起回去享受的。好假了，不让他说话。
我就是要你跟我吵架，你不跟我吵架，我会很寂寞的，三宝。可不可以？不要再叫我三宝宝。我想听你叫我一声明珠。明珠，怎么了？啊，车子没油了。没有油？怎么会这样的？啊！没有看错，你的确是警察。你那时候为什么不开枪杀我？因为你的眼神出卖了你。哼哼，你以为这样可以捉得到我吗？你认为你有可能跑得掉吗？你太小看我了，看看你后面。你不要耍什么诡计了。你不信？他说的是真的。把枪放下。冠军，我真的没想到，连你也利用我。冠军，像泰巴这种大毒枭，不值得你为他卖命的。不要听他胡说，利用朋友出卖兄弟的人，最好的下场就是死。他是个大毒枭，可是他是这世界上唯一赏识我的人，重视我的人。做人不可以无情无义，这是我陈冠军做人的原则。可是你呢？你利用我，你出卖我，是你害死了明珠。冠军，你冷静一点。冷静个屁！把枪放下。别那么傻了，像泰帕这种人根本不值得你为他牺牲了。我倒数三，再不放下就别怪我没给你机会。一
好，我把枪放下。罢休。His condition. We're praying for a miracle. Wei, 不要再睡了，已经睡很久了，想睡到什么时候啊？医生说，子弹再多一分就要你的命。你能活下来是一个奇迹，那你再给我们看一次奇迹吧。不过你不要让我等30-40年了。医生说有个家伙足足睡了48年才醒来，如果你也像他一样，我一定把你给敲晕，才不要让你看到我又老又丑的样子。所以拜托你赶快醒来好不好？好球，谢谢。看来你可以去打职业赛了。你可以带我进里面了。好啊，不过我们必须准备喝白开水吃面包过日子。我没问题啊，只要可以跟你在一起过怎么样的日子我都无怨无悔。我爱你。我很失败，对不起。我真的很想知道你为什么不能够接受我。其实我们这样不是很好吗？是好朋友也是好同事。不好，不过没关系，我可以等的。这哪里没办法，是不是觉得我很烦呢？我可以马上在你面前消失。好啊，那你马上消失吧。好。你在干什么？我得变成超人才能够飞嘛。
你别闹了，你。你心里还在想着亚洲？他不值得你为他？不，我谁也不想。我现在只想把精神放在事业和打球上。我真希望自己是立球。也许你应该做更好的选择。我相信真心诚意能够打动人心，即使是一粒球，打久了也会打出感情的。对不起，我怕公司有事，所以没把电话给关上。没问题。喂。哦，是，他是和我在一起。哦，宇航觉得没有必要开这个会。夏小姐，我们已经做了很充足的准备了。我要跟他谈一谈。喂，我是宇航。你知道大家都在等你开会吗？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好谈的。当然是谈那起上诉案。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是不是需要什么协助？不，一点也不需要。我现在只想好好的打球。打球？原来打球比打官司还重要。官司的事请你不必操心。你就这么有信心？这起案子可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呢。我知道，要不然你也不会打输这起官司。好，那希望你会上诉成功。谢谢。真讨厌，连我打球的兴致都没有了。对不起，我应该把电话给关上。不关你的事，走吧，不玩了。你说这次的上诉，洛林是希望我们赢还是输呢？当然是希望我们输了。我知道他一直都很不满你爸爸把这起案子交给我们负责。当 Daddy 决定把这起案子交给我的时候，他脸色黑得像墨水一样。因为之前他已经打输了这起案子，已经觉得很没有面子了。这次要是让我们上诉成功，就等于再打他一记耳光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不惜一切打赢这起官司，挫一挫洛林的锐气，让他吃不好睡不着。要不然他以为没有人比得上他呢。怎么了？是不是觉得我很绝情？我只是觉得你跟以前有些不同。哪一点不同？以前的你绝对不会说不惜一切这句话。是吗？也许你说的对，以前我是很讨厌那些说不惜一切只求打赢官司的律师。没想到我什么时候也变成这个样子。这一点也不奇怪，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，也许早就被淘汰了。我毕业的时候本来想当一名副检察师，负责将罪犯控上法庭。可是 Daddy 跟我说，在当一名最好的主控官之前，你最好先学会做一名最厉害的律师。我接受他说的这句话。如果你无法当一名最厉害的律师，你在当主公关的时候又怎么跟最厉害的律师周旋呢？但是经过这几年，我发觉所谓最厉害的律师也就是最狡猾的律师。怎么逼得证人在法庭上哑口无言？怎么让法官怀疑控方所提出的证据？怎么把不利的案子扭转过来？这一切除了技巧还要手段。只要对辩方有利，就不惜一切去取得胜利。这就是当一名最出色的律师的条件。怎么，我说错话了吗？不，当其他人都不惜一切去取得胜利时，你也别无选择的必须献身下去。不错，也许这就是所谓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吧。所以你肯定可以成为你爸爸的接班人。这就是我的目的。律师楼是我妈咪的心血，我绝对不会让它落在洛林的手里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走吧。他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眼里。我好要跟他讨论下个星期的上诉，可是他去年会议也不来出席。他
他到底把我当什么人了？你不要生气了，宇航年纪还轻，做事没什么分寸。我看他是仗着你的事吧。好了好了，我也好好说他的。你舍得说他吗？不对就要说啊，虽然她是我女儿，可是我做事啊公私分明的。你真的公私分明吗？如果真是这样，你就不会把这个上诉案交给他来处理了，你心里只有你这个宝贝女儿。你看你自己出来啊，真叫人吃不消。嗯，谁吃醋了？我哪有这个吃醋？我是什么身份了？我只不过是一个可以跟你上床又可以帮你赚钱的笨女人罢了。你说这些话真的是伤了我的心，我只是不想看到你那么辛苦啊，才把案子交给宇航和克纯去负责。你是我的合伙人，你应该帮我顾着大局，那些案子啊就交给底下的律师去办好了。问题是他们办得了吗？这个案子可不是那么简单啊。那就让他们试试看好了，年轻人不磨练磨练怎么成大器啊？这就是你的目的了，你一心一意就想把你这个宝贝女儿捧为接班人，就怕他站稳，我连开口的余地都没有了。怎么会呢？你怎么把宇航想得那么可怕呢？我知道，在他心里还是认为我是害死他母亲的人，他想要报复。他怎么知道，其实把他当宝贝的 daddy 才是凶手。你在说什么？干什么？放开手，很痛啊！做律师的最重要就是嘴巴守得住秘密，要不然就不要在这行混下去。我告诉你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希望不要类似的话再从你嘴巴说出来，知道吗？我常说，人可以不知足，但是不可以不满足。你这几年来已经得到很多，我敢肯定，你还可以得到更多。不过不要太心急，知道了吗？夏小姐，要不要再来一杯？ Excuse me, do more。 夏小姐，叫我洛琳吧。你是我老板啊。什么老板？别把我叫老了。说的是，你我的年龄都相差不远，只是你的成就，我怎么追都追不上。说的自己那么可怜，你现在不也是独当一面的律师？那是夏小姐，是洛琳，你给我的机会。我一直都很赏识你的。这我当然知道，谢谢。谢谢。上次要是有你帮我的话，也许我不会打输的那起官司。可能你手头上有太多的案子要处理，压力又太大，一时之间。不是我太轻敌了，我原本以为可以轻易取胜，没想到却。不过要是让我上诉的话，我一定可以反败为胜。这我相信。可惜不是我负责上诉，不过现在有你帮宇航，我相信应该没问题吧。我尽力而为。宇航很有天分，可是太狂妄自大了。你是指今天发生的事？我好意的要跟他讨论上诉的事，他竟然，哎，算了，他根本都不把我放在眼里。宇航这么做，的确是他的不对，他应该来听你的意见，不应该只顾着打高尔夫球。他大概认为他比我行吧？为什么要听我这个吃了败仗的人指指点点呢？连你也受不了他是不是？老板的女儿，难免。你是知道的吧？你坦白告诉我，如果这次你不帮他的话，
他的身段有多大？我要你说出心里话。我发觉他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，如果没有全力帮他的话，也许他觉得我……也许我们应该让他得个教训吧。你是说这也是为他好吗？不要让他太自以为是了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你很聪明，也很能干，我相信你的前途一定无可限量。 Cheers。 那就靠你提拔了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这么晚了还在挑灯夜读啊？明天要开庭了，做最后的努力。有什么爹地可以帮你的吗？可以啊，泡杯咖啡给我喝。就这么简单？嗯，没问题。你怎么不跟若琳商量一下？这起案子啊，原本是他处理的，也许他可以给你一些宝贵的意见。我觉得没有这必要。他在高庭审讯时，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，所以控方的许多意见都被他轻轻的放过了。明天，我一定可以翻案。谢谢。你对若琳好像有点偏见。我不需要隐瞒我对他的感受，我确实很不喜欢他，不过我相信他也不会喜欢我的。如果我说我想和洛琳结婚，你一定不会赞成的。那是你的自由，我不会干涉的。我忘了，现在的年轻人都很讲民主的。你真的会跟他结婚吗？不说这些了，来，试试看，看爹地泡的咖啡还可以吗？嗯，有水准。我以前也常开夜车的，一杯咖啡啊就陪我一个晚上，所以我已经变成泡咖啡高手了。那你现在的成就一定是用很多杯咖啡换来的吧？那当然，不过我不希望我女儿跟我一样。为什么？太辛苦了。宇航，爹地希望你活得开心些。我现在不开心吗？不，你不开心，我可以感觉得到。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让你失望？比如说像感情的事。该放弃就要放弃，该遗忘就要遗忘。我觉得克纯对你还蛮好的，这个年轻人聪明又能干，将来一定有一番作为。戴丽，谢谢你的意见，不过现在我还是把精神集中在这会好一点。好吧，那你就继续努力，不过不要累坏了。嗯。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，应该已经知道一切了。请原谅我必须隐瞒你，并让你受那样的折磨。当我看见你那失望伤心的眼神，我真的很痛恨我自己。然而我再也没有办法亲自向你道歉。
我并不害怕死亡。如果我必须在此刻走到人生的终点，我也无怨无悔。但是我真的希望在闭上眼睛之前能让我再看看你，我的真爱。夏小姐，早。早，准备上庭了。是啊。余杭到了没有？他直接到法庭去了。哦，我本来还想给他打气打气。是吗？嗯。哎，你脸色有点苍白，是不是病了？没有啊，我精神很好。我看你最好是去看医生吧，哪一两天病假，好好休息。我也是为你好嘛，你还不明白？既然朱宇航自认为那么有本事，就让他独自去面对好了。到时出丑的是他，你犯不着陪他去受罪。那我去回去好好的休息。哎，今晚一起吃饭吧。好啊，拜拜。哎，宇航，这么早？早。昨晚睡得好吗？我把高庭审案记录重看了一遍，有点新发现，你看一看。嗯。真巧，你提到的这些呢，我也注意到了。虽然只是一些细节，不过很可能会有帮助。我建议在总结陈词的时候做一些修改。朱先生，夏小姐，早。看起来你们好像很有把握啊。大弟，我跟柯纯可是牺牲了好多睡眠时间。你看柯纯，在最后一分钟还有新的发现。你的建议很好，就这么办。好，我就等着看你们的表现。加油啊！放心吧，我和宇航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
不说真话，过去的模样都样不像样，把承诺简单新传媒电视第八播道。